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也是泰卡天师客家泰山宫的节目，我是侯炳基。今日本呢，我要讲的主题是菲律宾安尼公务船哈，冲上岸屏东小琉球的安尼移民的事件哈。一个事情呢，进行多人民呢。个智商呢，顶多移民讲话台湾呢得理不饶人。譬如讲，讲话菲律宾呢已经多欠的，俺用很安尼咄咄逼人，意思就安尼啦吼。一个事情呢，只在讲当初发生的时节吼，对马英九来讲呢，伊迄一个过好安尼立功的安尼机会啦。因为呢，安尼对安尼国际安尼所谓的涉外事件吼，迄种处理比好啊吼。你安尼国内安尼本身安尼安尼民意支持度过大个安尼两头人啊吼，伊对于安尼国际个事务呢来眼红来吼，来维护到国家安尼主权啊国界国格吼，对伊个安尼个支持度也双方呢各有帮助。国际上研究呢，一个有名个人例呢，都1980年代吼，一个英国个那个首相柴切尔夫人。在这夫人呢，伊本当安尼体验的时节吼，老实讲，也个安尼民调嘛，唔会改好吼。安尼英国人呢，对伊个安尼个满意度嘛，无无高啦。不过呢，1981年吼，柴契尔夫人呢，伊安尼毅然决然呢，出兵安尼个安尼阿根廷的福克兰群岛，伊总呢，伊大洋的英国大洋的，古时候呢，无救安尼国费的先机吼，安尼柴契尔夫人呢。保守党呢都动线哦，都太阳都超过了。咁咧，中间件事情吼，比如讲马英九呢，伊家属对菲律宾一件事情呢处理比好嘞吼，我相信呢对阿双方个安尼提高能够有帮助。要讲呢，要摆脱一个过好机会吼，台湾呢安尼政党啊吼，不分所谓男女呢，拢支持政府呢，要对菲律宾呢来安抚嘞。不过呢，一个政府吼处理事情都安尼。无有无尽，你看73日以后呢，人就讲话系汉字用咧，要到最后通牒72点钟，72点钟过后咧呢，又过下日本都下昼头6点钟，你看，到昨天今天为止呢，国际上电脑无两间人台湾咧，各位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，我滴，俺是避开炸呢，俺是苦主呢，电脑国际舆论呢，电脑人民讲话台湾那里。哦，安尼唔错个时间呢，今日下昼吼，安尼我搞铺呢，人家就判安尼国际记者会。你来看，一种事情呢，做多好判呢，做多好期盼呢，规安尼记者会。所以呢，好好一个事情啦吼，被马英九撞安尼，别人都讲种哦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，你吼。当然呢，一件事情，菲律宾呢，佮可恶冇唔错，因为呢，菲律宾伊讲伊执行一个中国的安尼政策。好啦，阿基诺三世吼，伊安尼决定伊老母唔妥啦，唔过眼相方嘞吼，伊所以伊咧中国咧安尼政策，吼，安尼讲啊，伊先安尼偷富，安尼偷富啦，我请问观众朋友，菲律宾先安尼偷富，蛮猛一个偷富变菲律宾式咧咯，干咩用马英九啊？伊阿基诺三世呢，伊都咧执行个马英九安尼伊咧中国咧政策咧呀。你喺国土来看呢，一个阿基诺三世，伊讲伊冇唔错啊，唔只个咪讲伊咧中国咧政策啊，所以吼，伊咧所谓伊咧中国咧政策吼，也安尼个对台湾的伤害吼，是得讲啊相当的显著啦吼。不说，我想到讲啊吼，明明讲啊一个伊咧中国咧政策对台湾呢伤害安泰，唔管呢。马英九也个理念都讲啊，终极统一。说不定呢，马英九愿意咪讲啊，一种发展啊吼，符合也个啊那个，也个啊那个深度上啊呢。唔过吼，另外的事情呢，我想到讲，既然有安尼民进党个所谓的天王啊吼，嘛个要来宪法共识啊好啦，嘛个宪法各表中央啦，你记得讲啊吼。啊！谈到那个国民党的种行业中啊，那个政策就错位了。哦，一同啊，那国民党来得啊，那个所谓中国的红利啊，你。刚才香港还有一年吼，唔多人讲啊呢，
哦，从国民党安尼的进驻一个以中个一党安尼个投入的时间嘞吼，假使计还一个年龄嘞实现嘞，民进党行业条投入，啊，上个多几笔多几海呢，民进党呢可能两数空空的啦。感谢各位观众朋友，再会。